家好，我是玉蝉。今天是8月14号，8月14号开直播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改这些东西，把我以前做的抽奖系统改成 1.21 的版本，然后现在已经做完了。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会有哪些东西。垃圾几率有 60%， 会是这些东西。1,2,3,4,5,6,7,8,9,10。然后空气没有东西嘛，总不可能用灰色玻璃嘛，灰色玻璃片。再来是中奖，普通的奖中奖几率是 30%， 会有这些东西。比较特殊的是只有这一把啦，其他都是麦块原版会有的东西。要跟这个是抽奖的东西，Q 出去就会获得一个奖品。然后这把是铁剑，比较特殊，这把铁剑不能修，先生存，这把铁剑是不能修，然后它没有耐久，打一次就坏了。中奖就这些东西，说比较难拿到也没有特别。再来是这里大奖，生存的帽子，蟑螂帽，但是生存拿不下来，生存模式这个是拿不下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要玩，就是把号耐久号玩，我死掉也没有用，因为我的拉面是设定是不会掉东西的，所以死掉它还会在身上。然后再来是这个也有不死克星的鱼叉，这次丢出去不死克星有效果，所以也 OK， 也算合理。然后再来是风暴附魔术，应该是麦块原版麦块里最难拿的附魔术之一了，没有之一，最难拿的一本，比迅捷前夕还要难拿。然后再来是两只之前新增的剑士，这只风暴剑士的效果就是会有龙卷风。这只的剑士，天降甘霖那只剑士，它效果是剑雨。剑雨，这剑雨的范围我之后还会再调整，它太小了。剑雨没有很好用，范围太小了。这就是装备，这四件，每一件都有自己特殊效果，但是每一件的效果都不会太过 OP。不会太超过了，就是不要让黄金装的效果会强过御水装太多。穿整套号有另外一个保持效果，这个是行走高度会多 0.5 个，可以直接跨过栅栏。然后这个是潜行速度会快一点点，这快好多，这个要调整，这个太快了。然后胸甲就是抗击退嘛，抗击退就跟御水装一样，御水装每件都有抗击退。再来是攻击速度，回归又加攻击速度。OK， 至于这个抽奖的经历要怎么拿呢？怎么取得？在思考要放在哪一只怪物身上的 routine table， 在想可能是沼海女巫或者是僵尸村民吧，盖女巫比较有可能，女巫比较适合。
他说要放在那种怪物农场比较难做的怪物身上，那像女巫的话他的怪物农场就不好做啊，僵尸村民的怪物农场其实很好做，有办法做得很轻松。那找孩的话去试炼之间打也会有一大堆，可是因为试炼之间遇到找孩去打找孩数量也没有说到很多，所以还好，不像那个什么流毒你只要找得到一个神怪转流毒就可以搭两只招，所以流毒不太适合。找孩的话应该可以，找孩或者是女巫吧，之后应该是再看要放在哪一个 MOB 身上。那就是新改好 1.21 的抽奖系统演示，那预告是之后会放在我的拉面上面。 OK， 谢谢大家的收看。